弹性非常的好，手感超级轻浮，一点都不会刺痒。它的肩带不会极细，它是这样子延伸下来。因为像我啊，肩膀比较窄一点点，比较瘦一点，很多穿到这种微细的肩带会这样东滑西掉的。我相信很多女生是这样，但是这件不会，稳定度很够。然后现在穿的是有点莫兰迪的蓝色，那因为穿到工装裙，想说就来一点微休闲的造型哦。再来呢，如果你是想要放出来，也给大家看一下，它完全不会贴身，弹性爆炸好。真的要拉可以拉很远啊。后面的话它是做都是 U 领的设计，所以呢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好搭。白背心你说不买吗？这个需求超大的，而且我是全白，就这样简简单单。然后呢外套想搭什么都可以，灰色的话我就想说它有点微休闲，我们就来穿吊带裤的感觉，穿在里面给大家看，弹性非常的好， SML XL 都可以驾驭我这件背心。而且你看细肩带延伸下来可以直接遮覆乳，薄款的穿下的料子，所以如果你是海外的粉丝，台湾的粉丝都不用过度紧张。